欢迎来到欧西都里的频道，这次要和大家分享日剧天王木村拓哉主演的日剧《教场：终极教官》。故事内容以警察学校为舞台，讲述一群学生立志成为警察的故事。木村拓哉饰演看似冷酷无情的警校教官，透过惊人的观察力培育优秀学生，并借由残酷的训练和严酷的纪律促使他们成长。这次更特别以白发造型呈现，右眼还特意戴上特殊隐形眼镜仿造假眼的效果，备受瞩目。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学习相关的日文吧。木村拓哉 Kimura Takuya Kimura Takuya 教场 Kyōjō Kyōjō 警察 Keisatsu Keisatsu 学校学校学校教官教官教官教师教师教师学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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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徒生徒上课授業授業专任専任専任观察観察観察優秀優秀優秀培育育てる育てる残酷過酷過酷訓練訓練困难，严格，厳格，厳格，纪律，規律，規律，成长，成長，成長，白髮，白髮，白髮，右眼，右目，右目。假眼，기간，기간。以上就是这集的内容。若您喜欢，欢迎订阅并分享欧西都里的频道。您的支持是我们继续下去的动力，谢谢。